你们三个人当中注定有一位今天就要离开2017快乐男生的舞台了。哎呦天哪，会害怕啊，就觉得怎么会这么快的降临在我身上啊。我需要回房间想一想。来，请三位也回备战间休息，等待最终的结果。这边看到这个手机，我的妈呀！